Sandy 去年和男友王先生结婚，今年3月生下一个宝贝儿子小初一。最近他在 IG 透露，宝贝儿子小初一满月了，并透过 IG 现实动态晒出送给朋友们的明月礼盒。从他分享的画面中可以看见，儿子明月礼盒内有米糕、饼干等可爱的小礼物，而且还附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初次见面一路平安，满心感谢，月满人圆。四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刚好就是初一满月。 Sandy 表示这些字是他亲自手写的，让他感到有点害羞。另外卡片另一面则是儿子的小脚印，相当可爱啊。特别的是综艺玩很大也在 IG 分享这个明月礼盒，还幽默跟 Sandy 喊话说下次再带小宝贝小初一出来玩哦。 Sandy 回应初一长大也要当关注，双方互动相当逗趣啊。Bye.